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舍不异空，空不异舍，舍即是空，空即是舍，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好，我们来念一次六字大明咒。那么希望每一个众生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愿每一个众生都跟我们一样，有般若的智慧，了解生命的真相，这样心无挂碍，啊，远离颠倒梦想。也就是说，那做这些代志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我们今天大家愿意来这边，大家讨论佛法的目的，为的就是自己的离苦得乐，以及对一切我们所感恩的众生，愿他们也都究竟涅槃，离苦得乐。所以愿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声音，那么慈悲的六字大明咒，加着我们的悲心，一切众生都能够体证空性，六道轮回众生都去除他们的骄慢、嫉妒、贪欲、嗔恨、愚痴、执着等等。所以各位等一下在念的时候，也要观想这个嗡嘛呢呗美吽呢，那么这声音带着大家的这种啊，悲心乃至观音菩萨的智慧，从我们三重寺整个台一直每一个家家户户，啊，各位你要想家家户户，啊，都把这个真理传播到他家、你的朋友、你的公司，啊，乃至呢过往的人，乃至这些可怜的众生，都得到六字大明咒的智慧的加持，才一直观想，一直观想到整个世界，这样子来念啊。所以愿我跟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发这样子的心来念六字大明咒。哎，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
空性，发慈悲心，成菩提心，共成佛道。好，请放掌啊。那么，事实上，因为我刚刚进来，车跑到那边，给我给本送，还跟我说有休息室，然后我走上，哎，上台了，所以。那内心里面呢还没准备好嘞啊，但是对我来讲，我的习惯啊，当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也不会想很多事情，那我就会啊念经典，念本尊咒语，然后啊发一个正确的动机跟发心啊，那么让自己的心呢、啊、调到一个最准确的阶段啊。我们今天大家比较有福报，哎，能够听闻佛法来修行，但是各位讲了整个三重寺，整个跟我们有关的人事物，他们呢还在忙忙碌碌的，但是呢生命的苦啊都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的，至少我们今天愿意来修行啊，这生命的苦有可能停止，因为我们知道苦在哪里啊。就像刚刚两位居士开车载我来，正在讨论那个车祸啊，一下生命很脆弱啊就死了，我认为对啊，我说我每天坐车，我每天都准备要死，因为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啊，谁知道啊，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啊意外巧合会发生啊，因为我过去有没有造那个车祸的因我自己不知道啊，但是随时要有那个危机意识，这个生命脆弱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生呢？那我就跟两位居士说，我说啊，这个啊怕也没用，只是要体悟无常，就像说我们三个在讨论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我们三个一定会看，不能怪那个女人，是怪我们心中有欲望啊。这个车祸就像我们心中的基因一样，如果你有车祸的因，那你就必须接受那个果啊，我们现在呢还要了解这个，所以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我们努力的去斩除这个不好的业因呢、啊？啊，那去做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刚刚就谈到那男女的问题呢，我说、啊、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不会吃醋，这是我唯一的快乐，但是我还有痛苦，我还有欲望，但是我以前呢还有欲望，但是我不会吃醋，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哎我很有福报了，我怎么会不懂得吃醋呢？啊，所以原来生命的快乐不是你拥有什么，是你什么在你的内心里面那些会让你痛苦的心理状态减低了。啊，哪一天你说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起欲望，哦我们就早晚拜你，你叫阿罗汉。啊，那哪一天你说我这个人心中没有恨只有爱，哦我们更拜你，你是观世音菩萨。啊，我们拜观世音菩萨是拜他的心呐、啊，哦，所以我们信仰佛教的信仰般若波罗蜜多那种空性的，却充满了大悲心的这种心灵状态，啊，有这个心灵状态啊，那表现出来的对世界的关怀，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依法不依人，各位要记住。啊，因为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师父，你最近去拜大宝法王，哦，你好像非常的尊敬他哦。”我说：“我尊敬他的法，
并不是执着人不人啊，这个法是我内心圆满的实现，佛也是如此啊。很多圣者他示现的像佛菩萨的心，哪怕是一个小朋友啊，他有这个心啊，他是我礼拜的对象。所以佛教讲心决定一切啊，所以各位呢随时要反省自己，请问我的心灵状态现在是在什么阶段？我的心灵状态是不是在一个有一点烦恼？啊，这烦恼有时候人家问我问题，哎呀，师父他怎么对我这样？我就很可怜。我说你的心态是在烦恼的状态。为什么？你祈求别人对你好，你才会快乐。你不知道修行的是个内省的，快乐是从你的内心里面。他对你不好，那么你才可以修忍辱啊。因为你还有一个我希望被对好啊，所以他对你不好可以打破你的这种自我中心啊。啊，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呢，是我们的心如何去同情这个世界，又不执着这个世界。如果你要求这个人、这个事物对你好，那就错了。啊，就像刚刚我们也在讨论，做一个总统应该怎么样，做一个老板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先生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先生的人，如果说哦，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我的目的就是照顾太太、照顾小孩、照顾家庭，那这个先生就像佛一样。如果这个先生他只是每天努力的赚钱，每天去外面打麻将，然后虽然每个月就丢了五六万给他太太，那这个先生他不懂得做先生的意义在哪里，他这个太太一定很痛苦啊，只有拿到钱没有得到关怀啊。但是如果这做先生的跟这个做太太了，哦，这做太太了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啊，囡仔拢唔顾咧，啊，这个先生也会很痛苦，啊，并不是说这个太太啊怎么样，而是他没有抓到一个本位自己的位置。所以各位，那讲到这个问题，那你就要问自己，那请问我来做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做人的目的是什么？必须去思考。哦，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觉悟圆满者、大智慧者，他告诉我们做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护自己，进一步要保护一切众生，不要让自己痛苦啊。生命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还要完成，而不是满足欲望而已啊。如果满足欲望跟着别人的思想走，那我们就在浮浮沉沉，要去思考。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故事来讲给各位听啊。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充满了佛法的意义。他说古时候啊，有一个富强啊又有钱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国王跟皇后，那么生了一个王子以后没多久就往生了，死了。那这个小王子就把整个国家的责任财富就交给这个小王子，但是小王子毕竟又是小孩子，也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内阁政府又没有能力，因此那个时候啊，突然从别的国家来了一个自称为他是王子叔叔的人啊。这个小王子就很高兴，这个人说，哎呀，我是你的叔叔啊，我会帮助你治理国家啊，教导你如何待人处事。那个王子就很高兴，他说，好哎，既然你是我的叔叔，更是我的亲人，我会跟你好好的学习，尊敬你，依照你所讲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但是这个叔叔啊，道德不好，诡计多端，动机不善，充满了贪欲。但是这个小王子本来是一个善良的人，安静温文有礼，而且充满了悲心，快乐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叔叔就开始教他如何自私，如何贪欲做事，完全不顾别人的快乐。那么就一直教他只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因此虽然王子慢慢长大了，他就变成一个腐败堕落的人，他开始赏罚不公，甚至强暴妇女，凌虐老百姓，制造战争。那么自然的，这个国家本来很富强安乐，慢慢就颓败了。慢慢的，老百姓呢就不太尊敬他，到处都有了冲突，甚至
老百姓还利用了别的国家想要把它结合起来来攻打自己的国王。那个时候啊，这个国王王子开始就觉得自己很孤立，旁边呢一兵一卒通通跑掉了。当王子陷入极度痛苦跟困境里面啊，他一直认为，难道我有错吗？我从小一直都做得很正确的，一时他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他的叔叔教导他这个恐怖的事情。所以尽管他在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依照他的叔叔所教育的方法，那么去做事情，因此他遭受了这么可怕的经验。但是他依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以及为什么会造成他今天这么痛苦的原因。当他陷入极端的痛苦的时候啊，感觉自己好像快崩溃一样。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啊，来了一位圣者，一个圣人。这个圣人呢，就开始聚集很多群众，开始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去离苦得乐。但是由于这个国家已经陷在这种哎呀无希望的状态里面，因此就很多人很彷徨。听说有圣者来的，可以离苦得乐，所以很多人就来看这一位圣者，接近他。很奇怪了，每个人只要接近这一位圣者，透过他一两句话的教导，哎呀，他们就会令他们觉得受益匪浅。哦，原来生命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很快的，这个圣者的信徒越来越多，大家很高兴。这个消息也传到皇宫里面来。当现在的国王啊听到有这个圣者的时候啊，哎，他也很想要见他。自己很奇怪，听到圣者的名字，居然掉下眼泪，全身啊起鸡皮疙瘩。奇怪，怎么听到圣者名字会这样子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想看看这一位圣者，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要求部下，他说啊，麻烦你去把这个圣者把他带到皇宫里面来。当然部下就赶快去安排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圣者他就跟这个部下说了，他说我没有国王，我也没有所谓的大臣老百姓，所以我不需要去见任何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过得很自在。如果你们国王要见我，他应该自己来找我，因为我不是他的臣民啊。结果呢，这一位部下就回去报告了国王。国王听到这句话，不但不生气，更加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平生以来啊，第一次听到有人那么坦率地讲实话啊。于是呢，他自己好，他不来我去好了。所以当他自己跑到这个圣者面前，看到这位圣者那一刹那，他深深地被这位圣者这种自然的本性，毫无矫饰的本性，各位记住我这句话哦，毫无矫饰的这种本性所感动啊。所以呢，王子自己就跪在圣者面前啊，叙述他自己的困难啊、痛苦、他的问题，以及他到现在所受的一切煎熬。于是呢，圣者就跟他说啊，他说你这一些痛苦都是因为你自己错误行为所造成的，如果你能够割舍你的错误的行为，这些恶行，你就会开始了解并且消除这些不好的事情，那么所有的问题跟所谓的痛苦就会消灭。那个时候王子就问了，他说怎么可能我做是错误的事情呢？这个都是我的叔叔，爱我的叔叔教我的啊，他是我最至亲的人啊，因为我爸爸妈妈死了 啊怎么是错误呢？这个时候圣者就回答了，就算他自称他是你的叔叔，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位腐败堕落充满啊黑暗污染不清净的人。那么你跟随他，你就犯下了你刚刚讲的这一些种种的错误，而且你自己现在已经尝到了这个痛苦的结果了啊。那个王子那个时候一听，仔细一思考，自己震惊了一下。等他开始清楚地去思考这位圣者所开示的慈悲喜舍这些令众生快乐的方法，他仿佛啊马上惊鸿一瞥的看到了他自己过去是这种错误的行为，所谓恶业
将来可能会带来因缘果报。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一知道以后，自己起了很大的惭愧心，同时也对这个圣者起了很大的信心。所以呢，他回到皇宫以后啊，就跟他叔叔说，他说：“叔叔啊，由于你过去错误的教导我，叫误导我，令我跟这个国家腐败堕落到这个阶段，所以我命令你，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听你讲话，你也不要再靠过来，啊，免得我继续痛苦。”于是呢，这个国王就把他的叔叔赶出皇宫以外，而且派人守在皇宫门口，不准他叔叔进来。但是这个叔叔已经习惯了用很多权势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就算他被通知不准回皇宫，他还是经常跑到皇宫面前来，甚至溜到国王王子的房间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位年轻的国王必须借着重重的守卫把他的叔叔隔离赶出去。然后自从这个国王以这个圣者的教导来治理国家，而且真心的平等的来对待每一个人，开始实践爱心啊、善心啊、布施啊，那么原来反对他的人也改变了心态，并且对他的品性善良啊现出他的本性开始有了信心。那些原来计划要攻打联合其他国家要攻打的这一批人也开始回心转意，他的大臣啊、老百姓也开始忠心的信服于他，而且这个国王越来越喜欢布施，所以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其他国家的来支持他的越来越多，那么他继续做这些善行，所以他的王国就恢复了兴盛，他自己就得到了快乐。报告完毕。但是呢，各位呢，从这个故事里面，那我们要去思考啊，这个王子代表谁？这个王子就是我们本心，我们的心啊。那爸爸妈妈早死代表什么？哎呀，这个王子呢离开了自己的本性，他爸爸妈妈死了，他离开了自己的本性，结果离开自己的佛性以后，这个叔叔跑出来了。叔叔代表什么？叔叔代表我执。就像我们以前在年轻人家教我们要买衣服哦，要考第一名哦，要赚钱哦，啊，这个叔叔代表我执，诡计多端，一直教他，一直教他，啊，怎么去做坏事，啊，所以这个我执开始，这个王子的本心忘了，他开始用他叔叔的想法，就是我执自私，开始去思考生活行为，那么这个我执就代表的代替了他本来清净的心流，而且这个叔叔他的我执啊，就开始教育他如何贪欲，如何做坏事，甚至去强奸别人，啊，因为这一些贪欲我执错误的行为，他自己都受苦了，所以我们自己就代表这个王子就成为牺牲者。那这个圣人代表谁呢？这个圣人就代表佛陀的教法，或是我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好的老师、善知识，他介绍我们认识我执才是你的敌人，你的叔叔，你要隔离他，啊，以及呢，这个我执这个坏心的叔叔如何误导我们，叫我们去做坏事，叫我们去经历种种的痛苦，所以他开始修学那个自他交换。什么叫自他交换？以前是用叔叔的观念做事，现在不要了，现在用我的本心，我们的自性佛性啊去做事，想办法一定要把它隔开。所以刚刚故事有讲的啊，派卫兵不准他进皇宫，他偷进来要重重包围把他赶出去啊。所以各位，所谓修行就是戒定慧，这些就是这些警卫，这些警卫一定要把这个我执坏叔叔跟我们的本性王子的心啊完全的隔开来，而且派警卫看守好。这个派警卫就是我们的觉性啊，我们随时要保持正念，千万不要让世俗的思想跑出来啊。而且各位要知道，这个我执这个魔时时会冲进来，试图干扰我们的心，我们的佛性，来误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心流，我们的本性筑一个坚强的阵地啊，防他进来啊。
完全的把它排除消除，不然我们的行为老是会出错，完全的痛苦。然后自从这个王子听从圣人的指导，不失行善，哦，开始就快乐了，伤害他呢开始归顺他，国家开始富强了啊。所以各位呢，这个故事那各位要去思考，原来我们今天谈修行啊，我们以前过去用的就是我们叔叔的观念，我执啊，自我中心，考第一名，我要赚钱，我要比别人好啊，我要在别人面前啊凸显自己啊，因为如此，这个起的这个我执，你就必须要有贪嗔痴，要造业，所以过得很痛苦，好像你拥有了越来越痛苦啊。直到我们今天听闻了佛教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去放生，我们去布施，我们去帮人家助念啊，就像刚刚各位专心在念心经，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个时候内心平不平静啊？很平静，很快乐，而且又起了一个很大的悲心哦。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是愿这个世界的人乃至我所认识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听闻佛法，离苦得乐，就起了这个善的心念啊。那你起了这个善的心念，我内心就平静了，助缘就来了，护法就来了啊，你的生命就旺盛起来了啊。所以我想讲到这边，我想生命都有痛苦困苦的时候，但是各位这个困苦痛苦的时候，请你不要把任何一个责任一点点都怪别人啊，是因为我碰到了人不好，或是我的学生不好，或是我环境不好，不是，而是我们迷失了方向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台湾，哎呀，这些领导人也好，所以这个啊，这些出名的人也好，可能我们必须很同情他，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啊。他的方向可能是保护自己超过于保护别人啊。我如何保护自己这个位置，这个党派，这个理念，就像出家人也好，净土宗好呢还是禅宗好呢，显宗好呢还是密教好呢，两个这边讨论老半天，讨论得很认真，旁边一个人快饿死了，两个都没看见啊，他还在谈这个事情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能说，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啊？对自己而言，我不要痛苦，乃至呢眼前能够做的，哎呀，我们尽量要去做。如果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领导者，他想的是老百姓啊，我是个领长，我是个县长，我就是要关心他们啊，甚至拿起麦克风来在公开媒体是，我是因为我要服务爱你们，所以我要来做这个事情。我敢讲，我们都会被他感动啊。他不需要做任何花什么钱啊，做什么，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人来保护我们，来爱护我们，来关心这个啊。但是很可惜呢啊，现在那么这个讯息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是故意要犯错，而是他们现在还跟他们叔叔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必须有义务啊，了解这个，用尽各种方法，用尽各种方法啊。特别是这边是社教馆、社会教育馆啊，那各位呢啊，你了解了，今天你是圣者啊，你是代表佛陀的教法的那个人，那我们有那个义务呢，把这个正确的教育透过各种管道，跟学校的老师讲，跟那个校长讲，跟那个医生讲，跟那个影响力人讲，或是你家那个啊板子大大的啊，白纸黑字写的大大的，告诉他们啊，用各种的方法，因为让每一个人都找到真正的快乐。所以坏人不是真正的坏，再坏的人那么就像王子一样，那么他的本性活性永远都在了啊，只是我们必须把这个机会给对方，那我们自己得到了，我们更要爱惜，那如何来推广这些真理啊。所以讲来讲去呢，我们都是在追求生命的快乐，但是要知道生命的快乐是从哪里建立的，不要建立在那些会变化的外表、金钱、感情、名望、地位这些东西啊，就刚刚讲如车祸一样，随时你都掌控不住了啊。把生命的快乐依靠到别人给你一个微笑，或
或是别人给你的安慰，你也会很痛苦啊。所以什么叫佛教徒？就是一个自省的人，往内找快乐的人，这个叫正道。往外找快乐的人，哪怕你是外表是一个出家人，你还是不快乐啊。好像我今天做出家人是希望出名，希望大家都认识我海涛法师，希望我的信徒很多啊，希望啊大家看到我都很尊敬，那我又找错方向了，我都还不如那个随便一个小影星歌星呢，随便他生病人家都爆头条啊啊。那难道生命是追求这个吗？啊，所以生命一定要调整好我们的生命啊，目的就是增加被利用价值啊，能够服务别人。就像今天来三重演讲，并不是三重的居士请我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啊。排，哎呀，什么地方都要排一排啊。哎，如果有地啊，我还跟他们讲最好排排啊，淡水啊，像什么莺歌啊，什么地方都要去。哎，唯可惜就想说，哎，外面先做烟供啊，火供，我等一下就来啊。师傅拍谁？社交馆不行，点灯呢？啊，不行。啊，我说那没关系了，不行，这是好，这个叫为了保护环境，但是心里要观想点灯呐，啊，所以各位很重要，要观想啊，啊，你进来这个会场，马上观想，嗡啊吽，啊，念下来，嗡啊吽，啊，那观想佛在面前。哦，我们供水、供水、供香、供花啊，供灯涂香、供果、供叶，你这样一直念嗡啊吽，在观想。啊，外面你要观想啊啊，这样佛法的利益啊啊布满了空间。重点是借由外面，你在练习你的心呐、啊。啊，我的心呢，充满了虔诚的供养，充满了对众生的悲心，这个比较重要。啊，那这样呢，尽量呢去利益这个世界。好，来，各位手上有一张讲义啊，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啊，现代人的修行法门。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哎，修行修行就是一定要跑到佛堂去打坐啦，去参加法会啦，啊，这才叫修行啊。但是日常生活呢，他说没有，我要上班啊，我要维持家庭啊，他忘了修行。事实上不是啊，所以我们大乘的教法比较特殊啊，特别是汉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就是最好修行的助缘啊。修行不在于外面，而在你的心态如何调整。所以来，各位看第一句话啊，我们学佛如果不能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学佛就没有意义了。真理叫道啊，我们在佛教里面，法就是真理，就是道。道是什么道？来念一下，解脱道、菩提道。哎，解脱道就是自己离开痛苦，菩提道就是帮助众生离开痛苦。所以这个道就在你心中啊，那你要用这样子的道的心，就是法的心，那么去应用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啊。因为离开了法，我内心就会很痛苦，因为外面的五浊恶世啦，啊，种种的诱惑你的啦，伤害你的啦，你如果一离开了这个法，离开道，你马上被这个乐或苦所绑住，你马上很痛苦啊。所以事实上，如果各位看这句话，所以这个生活越多彩多姿啊，你越容易修行，因为你必须24小时利用法。那如果成天都住在寺庙里面，也没人吵你啊，什么都没有，你要用法的机会反而少了啊，你就会安顿在那种平静无干扰的状态啊，是很如法守法，但是那个力量就很低了，功德力就很低啊。所以佛呢，特别在经典，为什么释迦佛的伟大在五浊二世成佛啊，告诉我们在五浊二世能够一日一夜守八关斋戒，都超过在极乐世界修行百年的功德啊。为什么？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能够保持一个道心呢、啊、这是最不容易的。所以第二，佛法是来帮助我们修行的。那各位既然了解佛法了，千万不要用佛法来度量别人。哎，这个人出家了，怎么还这个想法啦？
哎，那个人不是在吃素挂念珠吗？怎么还在玩股票啊？好，那你内心里面就会很烦呐、啊。各位你要记住哦，当你去批评他的时候，已经失去菩萨道，就是说没有悲心了、啊。啊，我们对他那种悲心不强，啊，甚至他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误会我？啊，我们讲说，哎呀，他误会我，哎呀，他没有看到真相，所以我应该更同情他。但是千万不要拿法来度量别人，所以身为佛弟子，不可以佛法度量别人，也不要以世间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要怎么做？以身作则。我师父常跟我讲的，他有一次问我说：“海涛，那个释迦牟尼佛会不会讲话？”我说：“不会啊，他是坐在那边给我们看，啊，我们自动的跟他跪拜顶礼供养，啊。”那么他呢就视线给我们看，所以以后你上台啊也不要去比人家有没有标准啊，啊，你就坐在那边视线，你的心用你的身口意去表法，这样就好了。啊，如果等一下要调查啊，哪一个做好了，也守五戒的到前面，没五戒到外面去，啊，开始去检讨别人的时候啊，那你内心就会肮脏掉了啊。所以就以身作则去吸引别人，引导别人，所以如此不但能够以佛法帮助自己，也能够对别人有助益。所以话讲回来，我想每一个菩萨，不分在家出家，都希望自己真的能够有影响力去帮助很多人。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有影响力去帮助别人，你也不用去设计啊，去攀援，那不必要啊，那个只是一个方便，你只要自己有法啊，自己的内心里面是有清净的，哦，是真实在慈悲的。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学你、亲近你，甚至用生命皈依你。啊，那时候才想说，哦，原来要帮助别人呢，更要帮助自己，在那样子的状态里面，才能够别人才会接受你的引导。啊，所以心，我们的心态、心理里面决定一切事情。我记得有一天呢，我好像有一点生气，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觉得不太高兴，然后想说要打开电视看看生命电视台在演什么，结果那个电视的频道不是定在生命电视台，是定在别台，我就开始要跳回到生命电视台，我转了几个镜头，发现好可怕，每一个镜头都在杀流血啊，杀流血啊，我转到他们第五六个镜头，吓坏了，怎么我今天都看到这个？然后再停一下，想一下，原来我刚刚生气了，啊，我刚刚内心里面一个不安定啊，一个恨，你看现在看到都是那些杀暴力的镜头啊，啊，好可怕啊，啊，所以自己要起一个很大的恐怖心啊，惭愧心，哦，不行了，不行了，啊，千万不行，啊，马上，不然你就马上相应这些不好的境界。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在一个好的状态，哦，那都是看到好的，也影响了这个世界。所以第三句话，这个世界并不大，虚空比较大，但是虚空再大也比不上我们的心量来的大啊。所以一个明心见性，这是我们学佛很重要的，看到自己，就是找回父母未生我们之前的面目。还是那句话，念佛是谁，参禅是谁，你要找回自己本来的样子，这个叫明心见性。我不是男人，我也不叫海涛，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我不是男人女人，有钱或贫穷啊。那么我们不用相来看到自己，所以明心见性呢，就看到了真实的面貌，这个外表只是一个业报体，它是变化无常，啊，所以一个明心见性的人，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逆境，他都欢喜接受。为什么？他的心呐，骗一切处，装载一切，啊，没有一个小小的我被欺负啊，没有一个我的自尊被侮辱啊。所以各位有时候自己啊，活得很快乐，不要把活在哦，我180公分，哦，我开3部Benz，
哦，我长得很漂亮。那你如果是活在这种小小的世界里面，你随时在跟人家比较啊，得失之心呢就会跑出来，啊，那你会占据某一个地方来保护自己，啊，那却不知道民心见性以后，你的心是骗一切处的，啊，比如说我现在讲美国，纽约，那各位你就想到美国，心就在那边了，心在哪里？心就是你的想到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们的心可以骗一切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呐、啊，我叫发菩提心，我要关心的是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我今天从苗栗弘法院来，啊，走的时候他们送我，我又看到那句话：广度十方六道众生，早登佛地，那是我的生命。啊，我被这句话感动。啊，这句话就是我生命的目标，啊，我心要定在这句话里面，啊，不是那个佛像是什么，这个土地值多少钱，那个东西不重要，啊，广度十方六道众生，早登佛地，我们的意义是定在这个，为了这个，那我们如何要去努力，要把心扩大到这样，啊，第四。所以一切修行一定要从本性上去下功夫，啊，不要在外面的好好坏坏，这样碰到任何顺逆自然能随遇而安，那也就能够悟到自己了，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我们的本性。那现在怎么会有动的心呢？我现在起了分别动的心，那不是我的本性，那是我的烦恼心，我才有嫉妒啊、高兴啊、恨啊，这些出来，啊，所以有时候内心里面就会，我不希望被人家说我是怎么样的人，我还是执着一个善，我要保护我自己，这个还是执着一个善，甚至有一个出家人好累啊，有一天他跟我讲，哎呀，海涛法师好累啊，我说。慈悲好累，对不对？对呀、啊，实在是好累哦。啊，我说，因为你执着有一个你在慈悲，你会觉得好累、哦。我们是佛性本来就慈悲，不是我海涛慈悲。如果我要强迫我海涛慈悲的话，我是很累死，因为这个海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面对整个世界这么多的事情呢？啊，那你等于用你去帮助别人，你哪有个人拿什么力量呢？如果你用你的佛性去帮助别人，那十方诸佛菩萨一起都加持在这个佛性里面，你一点都不会累。啊，各位在这一点，有时候你要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觉得好累？我为什么会觉得我现在是困境？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啊没钱呐、啊病呐、啊事不如我意呀、啊？我旁边没有人才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啊，那这个观念都不是本性里面的。真实的观念，那都是一个世间相对的观念而已。啊，那倒过来要这样讲，事实上是说，世间的这一些有的没有的，都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心的一个助缘。我反而很喜欢有很多逆境，因为有这些逆境，我才会用我的真正的空性，不然我就会被他抓走。没有人伤害我，我怎么知道什么叫慈悲呢？哎，原来我的本性是慈悲，我永远要保持慈悲来面对这个伤害我的人。慈悲没有敌人，有敌人就不是慈悲，啊，所以这个敌人叫我一定要显现慈悲，而不称他叫敌人，啊，那我必须要从我自性里面去找到这个，啊，所以第五，困难与障碍。如果各位我们能够适当的加以了解跟利用，这句话最好利用，常常可以变成出乎意外的力量的泉源，啊，所以我要讲到这个地方，我希望各位找困难找障碍，啊，因为这样你比较容易修行，啊，他们推能啊要找那个困难的做，啊，哪里这个事情啊最困难，哪里的事情啊最艰难，一般人就是凸显我会的，我喜欢演，我会演讲，所以我演讲；我唱歌，所以我唱歌；我喜欢画画，所以我表现我画画。那这样你不能够开发你的佛性啊！啊，我们要开发的是，就是那些
我本来不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那件事情。各位今天住在三重市，你要告诉自己，三重市，整个三重市就是我的道场，我必须在这边努力，然后我才可以进一步关心台湾，胸怀世界。那在这个三重市里面，我尽力了没有？我怎么样的去努力成为一个佛弟子？在这个责任上我怎么做啊？那这个责任上啊，这些工作给我，我还可以啊磨练自己的心性，我还要感谢这些艰难的工作啊。我们要了解，那如果这个事情有困难有障碍，你要了解这个困难障碍就是因为我执，或是我自己的业报有一个我，所以我会觉得苦。如果没有我，那我就不会觉得苦。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在洗澡，为了要见各位，我要理头、刮胡须、洗头，不要一副像印度刚回来的样子。啊，那为了什么？自己要想哦，感谢我这个身体借我利用哦，这个嘴巴借我利用。各位，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加入智慧的关照，不要白洗澡，不要白吃饭。我为什么要吃饭？因为吃饭呢，让我有体力，啊，能够去动，能够去付出，所以我感谢这个吃饭，啊，也感谢帮我拿饭准备的啊人事物，啊，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要加入一个真理的法的思考，那每一件事情那都成为一个修行的利用价值，啊，那么你能够真实的了解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很维系，很维系的去思考一些。所以第六，那既然讲本性在心里面，心在哪里？心在哪里，佛就在哪里，啊，因为从心里面才可以找到佛。第六，心是所有投影升起来的地方。各位在听我讲话，你心在那边，啊，各位你用眼睛看，那你心也，你看电灯，那个叫无记业，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只是我在看电灯，啊，但是我看电灯的时候，我用一个心，这个灯的亮代表佛的光，啊，把世间的黑暗消灭，这个叫作意，是故意的。那这样，这个无记业就变成一个善业，啊，所以你心到哪里，你所投射到的每一个地方，啊，那么你要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你的心，而不要光被这个灯或是这个好的、坏的、美的、丑的被它拉去。所以心在我们所有投影升起，但是很少却没有人曾经真正到心里面去，就产生了一个悲剧的后果。什么叫悲剧？如果你把心或是所谓快乐建立在所谓拥有的这些啊财色名食睡啦、家庭感情啦，那你一定是悲剧的，一定痛苦的，因为他们不是永恒的啊。那你当然就会享受这种变化轮回的痛苦。你要从这里面去找到啊真实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第七话在藏文里面，什么叫佛教徒呢？啊，那么意义为内省的人。意指是说从心性去找，而非从外面去寻找真理的人。啊，我们的心性的本体是佛性，如来智慧德相，甚至是发一个大心变成菩提心，那是我们本来的心。所以我们修行只有五个字，站在大乘，不离菩提心，那是我的本来的面目。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喝一个水，哦，当愿这众生得法水甘露，破除愚痴，打开智慧，一个水，然后啊，哎，喝下去的时候，哎，供养一切上师三宝啊，那么你随时要找到我们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啊，不在于这个水好不好喝，而是在借这个水，你找从内找到你内心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阶段，或是本来的面目。第八，佛陀说，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这么样的短暂，啊，那么看到众生的生生死死，就像看人家在跳舞一样跳来跳去，所以每个众生的生命的时光都像空中的闪电一样，
也像急流冲下山崎一样匆匆的滑石。所以各位要随时记得，搞不好各位今天晚上坐车回去又翻车了，你要随时有这个准备。生命是如此，生命是苦的，是无常的，啊，所以不要太爱惜这些，啊，也不要太执着那些会变化的。那所以生命的意义是要怎么办？哎呀，赶快在有限的无常的生命里面消灭生命的痛苦，把那个造成生命痛苦的烦恼业把它斩除掉，把那个佛性要展现出来。所以这个体悟无常很重要啊。所以佛陀说世间人看无常看得很慢，为什么？从一岁到八十岁好久啊，看得很慢啊。但是如果以佛陀的眼睛来看，就像那个各位看电视那个快动作，那个花开花谢，他们拍了很久把它变成快动作，一下一下一下，生命不过是这样这样闪闪闪逝闪逝啊，升天下地轮回生死生死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哎呀，那我们难得投胎做人，而且又能够听闻佛法，哎呀，不要再浪费生命了。所以各位呢，今天给各位一个题目，回去好好想，我为什么不出家，我为什么不出家？你要找出这个理由来，然后找完以后你会起惭愧心，因为我没办法，我有太太，我有先生，我有儿女，我有贷款啊，还是因为我有啊什么样的压力，还是我人生还没有很快，你要一直想得很深，想得很深，找出这个理由。而且各位，更重要的是一个，我发觉现在人最大的问题是用自己的观念来认定这个就是真理，那很可怜的事情啊。各位一定要像这位王子一样，他终于找到圣者，凭了他自己很善良的本性，但是他随着我执啊，这样子的在轮回，他还是找不到自己。好在他碰到这个圣者，透过圣者的提醒，他才找到自己。所以简单来讲，各位一定要透过一个外在的如佛陀的善知识，随时在提醒你啊。但是我认为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虽然所谓别人很多人叫我师父，那我经常跟所谓这些徒弟在讲话的时候啊，我会发觉我讲他一定有理由，他一定会解释我为什么要，然后他很少100%接受，难得听到几个接受了，是师父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他依然顾我还是在不对，他不会马上说哦对是我是错我不应该这样，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怖心，觉得说他不应该再有这个不好的思想或行为，他还是依然顾我，所以他还是保持在这样。那最后会给自己一句话说啊，我的业障重啊啊。如果这一句话被我师父听到了，或是我们现在慧日讲堂的住持后观法师听到，他马上拿个秤子，业障有几斤，称出来给我看啊。你既然会讲你业障重，那请问业障在哪里？你不能把糖塞过去一句业障，然后就我业障重，我能力不好嘛，我福报不够嘛，我智慧笨嘛啊。那如果你这样讲，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不想给自己解脱的机会啊，不想让自己的佛性展露出来啊，就是都玩假的不玩真的。所以各位呢，我想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思考这个问题。